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涛涛，我是 Max。今天又是这个休假日啊，是的，我感觉现在这个时间啊过得太快了，一周嗖嗖嗖的就过去了。不过呢，这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是离回国的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啊，感觉。对，我们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说过，我们准备要回国去玩？嗯、对，已经提过了啊。这个淘淘呢说他这个要见他的这个长辈啊，对，家里的老人啊，是的，要见，也要顺道去回国办一些事情啊，然后就是去吃去玩，这也是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了啊，终于可以回去了，内心其实蛮激动的，我天天想着都开心，不知道淘淘怎么想？是，我也很激动，其实。说实话，在海外的人，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叫什么思乡情，但是，对，迫于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吧，很多无奈吧，你没有办法说，就放下一切回去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偶尔每年可以回去逛逛，看看家里的人和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时刻，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对，这就是心里的想法啊。然后还想趁这个机会啊，就是回顾一下小时候生活的一些地方，因为这次回去已经跟我父亲啊联系好了，他之前的那个房子还在，那个地方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了，还有一些儿时的玩伴都还在那儿生活，我看有个机会跟他们见个面吧。是，到时候我们也会录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去把签证办了。对，签证办了，然后就是找一家这个也是拉斯维加斯当地吧，比较有特色一家餐馆啊，分享给大家。是的。对，看看好吃不好吃啊，我们鉴定一下。走吧 ，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这个日本的拉面店啊。对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的拉面店，沙鲁还是什么啊？他这个店啊，除了有一些拉面，还有一些日本的小吃啊，评分挺高的。现在我们去尝一下，走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个猪叉烧饭，那个也很受欢迎。涛涛又点了个鳗鱼饭啊。我点了个这个咖喱猪肉拉面。这家店结果是中国人开的啊，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店墙面的设计很有这个风格啊，放些日漫的剧情在这儿。很有意思，海贼王。我的还没上，你可以先吃。我的拉面上了，淘淘还得等一下啊。好，别动。走，跟中国的面味道不一样。因为它的差别挺大的，汤底不一样。味儿很浓，不是，这汤应该蛮好喝的。海带是吧？不知道哎，你尝一下，应该是木耳丝。是木耳丝。哦，这个笋子。这碗绝对不够。好，我的也来啦。裹上它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鱼片，就章鱼烧的里面那个鱼片。然后裹上这个青葱还有鳗鱼，都很好吃。然后这个酱也很好吃。又上一道菜哈，叫 crab jalapeno， 青椒蟹肉是吧？墨西哥叫蟹肉，炸的，油炸的，好吃吗？
算喜欢吃油炸的。我觉得行，我的面吃完了没吃饱，又叫了一碗炒饭啊。我先开动了。嗯，淘淘的这个饭也没吃完，看看炒饭怎么样，味道。好烫，跟中国炒饭有啥区别？啊，这是日本炒饭，典型日本炒饭，酱油里面放点酱油。中国炒饭是不放酱油的。是吗？嗯。中国炒饭好吃。我觉得成都那个芽菜炒饭好吃，那芽菜是咸的嘛，它有提味。对，芽菜炒饭确实，那颗粒小颗小颗的，但是很入味儿，跟那个饭和在一起。那成都盖浇饭也好吃，我想吃青椒盖浇，青椒肉丝盖浇炒饭。嗯。吃完了啊，一共是51块多哈。还没加小费。你会发现最近这个小费都涨了，最近这疫情之后，嗯，以前就是最低是10%嘛，嗯，对，超过最低8%的也有，嗯，我现在最低是15%，对啊，涨很久了已经。疫情之后就开始就涨了，嗯，不过吃的蛮饱的在这儿哈，味道还可以吧？味道还可以。十分打几分？这里说吗？出去说吧。6。嗯。啊，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代办的地方了啊。这是在华人区啊，也是在是吧 ？Spring Mountain 这边，然后在这个顺发超市的楼上。啊，这个代办的人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。这样我们就上去，然后问他一些问题，好吧？嗯，对吧？怎么了？看这上面啊，还有一些餐馆。韩国餐、泰餐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laza 啊，还有 massage， 马上到了啊，嗯，对。要过去等是吧？18年是不是？还是19年？不知道看哪儿？迪拜。去迪拜旅游了。1799一个人。对，13天。哦，半个月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刚刚去代办那儿已经把事情办完了，接下来陪淘淘去做一个胸腔照片是吧？啊。去查查他的肺啊。现在我们到医院了，刚才淘淘说有点紧张啊，啊，很久没检查身体了已经，其实也算是做个例行检查吧，是吧？从那个门进去了，做那个 X-ray 应该很快就能出来， X-ray 不用照太久了，门自动关了。好了，淘淘出来了啊，检查完了，很快啊，走。啊，我们来大乐翠来买点东西啊，买点这个生活用品啊什么的。淘淘买了个小花盆啊，他回去种什么来的？种我的辣椒。把辣椒种进去了。我又买了个太阳能灯啊。
放院子里面。哦，最后我们再去沃尔玛啊，再去沃尔玛买个汽车的零件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猜一下淘淘在哪儿啊？哎，看那儿有个人，这亭子不错啊，297。有这个亭子的话，放院子就凉快多了。摇摇椅，这边全是乐高玩具。快88啊！这里，我们准备拿两盒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买完东西了啊。涛涛买了个羊奶，正在喝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这个阿肯色餐馆突然出了一些事情啊。对，所以我们得去一趟。对，就去一趟。然后就是静静的等待回国的这个时间了。倒计时了，回国。兴奋的等待，不是静静的等待。静静的兴奋等待吧，好吧。好。嗯。本来说这个回国之前还想去趟洛杉矶的啊，去吃吃东西，见见朋友。但是因为这个突然出现了这个变故，可能洛杉矶又去不了了。这次。是。等下次吧。啊，现在时间比较紧张了，对吧？去洛杉矶耗体力、耗时间的，算了。回来再去见他们。对，回来再说吧，好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那我们下次见啦。好，拜拜。